街舞对我来说一直是我梦想的起点，也是舞台的开端。这一次期待和大家一起展现街舞的魅力所在，让更多人了解这就是街舞，这就是街舞，这很优酷。我是队长易烊千玺，期待和你来一场在冠军领地插旗的较量。这世界很酷。